Unit 3. Food. 第三单元，饮食。Lesson 7. 第七课，喝牛奶，不喝咖啡。New words. 生词。面包，面包。鸡蛋，鸡蛋。牛奶，牛奶。咖啡，咖啡。吃，吃。喝，喝。早上，早上。Sentence patterns. 句型。1. 早上好。早上好。2. 你喝什么？你喝什么？ 3. 我喝牛奶。我喝牛奶。4. 我不喝咖啡。我不喝咖啡。Exercise 1. Number the words according to the tape. 1. 咖啡。2. 面包。 3. 鸡蛋。 4. 牛奶。 5. 吃。 6. 喝。7. 早上。 Exercise 3. Listen and choose. 1. 早上好，妈妈。早上好，小海。你吃什么？我吃面包。你喝什么？我喝牛奶。2. 早上好，爸爸。早上好，莉莉。你吃什么？我吃面包，鸡蛋。喝咖啡吗？我不喝咖啡，我喝牛奶。
Exercise 8. Pronunciation practice. 发音练习。知知指指指猪竹主住吃吃迟尺赤叉茶茶叉诗诗十十是奢舍舍舍日热热惹热如如如入